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今年一月正式开学，喜讯透过视讯连线在大年初一传回花莲静思精舍。恭祝大家造福人间，福满门，社会祥和，天下平。马来西亚全体慈济人二十多年深耕在地，祈愿纵串核心，传承延续美善大爱，一念坚持佛心施志，闻声救苦，承担起大马的福田。大马的智慧，一人传一人，一代传一代，生生永不息。守了慈济的家风，经世法脉不断延续啦。都很有众创的精神，感恩马来西亚的用心投入，要法脉相传，宗门要开好哈。内修外行，自利度他。澳洲五大区域的慈济人展开慈济宗门纲要卷轴，拉起众神来拜年。面对近几个月来的森林大火、警示灾难，志工们更发愿要加快菩萨招生的脚步，敬天爱地，聚福缘。步步踏实，信天心，我们会日日精进，闻师修。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呐、啊！菩萨道呢，要广大招生，才能呢有平安吉祥。新春拜年，各地志工善念共聚，带着崭新的能量，要继续造福人间。大爱新闻谢云山国家花莲报道。